怕我哭。亲爱的老公，我好想你。原本9月3号我们要一起回马来西亚的家，在9月10号办婚礼。以往都是我安排行程，这次我故意让你全权安排，因为你是我的头，我要顺服你。今天我穿的就是你买给我的衣服，我们准备要回去马来西亚蜜月的时候穿的，我就当作今天也是跟你在办婚礼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